它会以机油衰退的状况再通知你回来更换机油。这个里程可能从15000，最高到30000。看刷久了它也会磨损，看到那个 logo 啊被磨掉，那我留意一下它是新的还是翻新。中古零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它是一个。更多精彩内容锁定晚上10点《地球黄金线》。